不小心看 YouTube 看到太晚，然后我就下午才起床， Belinda 到了将近晚上才起床，然后我们两个现在要出门了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今天我穿了一个白色的高领，然后衣服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针织外套，上面有小花花的。裤子是那个韩国连线代购92的一个微微喇叭裤，就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大极限的喇叭裤了。然后包包今天背的是这个 Bera Bera 的医生包，之前有跟他们拍过合作影片，然后到现在还是超常背。然后上面还有刻我的名字 AL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虽然还不确定等下会去哪里，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一定会去咖啡厅，因为我们有带着电脑。嗯，怎么有美肌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是有红色这个光吗？有美肌，又是 T91的部分。对啊，还蛮美的。好的。嗯，是不是我骗你啊？好，你先吧。我先吗？对，要让我先吗？好，我先。我们今天还是我先。要去哪里呢？咖啡厅。没错，为什么要去咖啡厅呢？因为我要做事。我以为是因为我们今天没事做。哦。因为我们只做事。大家会觉得看这影片都很废啊，因为每天没出门。我跟大家说，因为其实要下午我们真的不知道干嘛，就是拍 vlogmas 拍到20几天，真的不知道干嘛了。真的，其实我觉得想这些东西都好累哦。对，所以重点不是想这些东西很累，是要出门很累，要出门，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再剪片，然后隔天要再出门，就会觉得好累哦。对。我发现今天真的是，就住他家这几天，每天都是我睡起来，然后就只有东西吃。我觉得好爽，因为你睡前的时候我已经饿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醒太久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咖啡厅。我刚刚找了两间，正在跟他 PK， 我们在吵说要去哪一间。民生公寓好像可以。民生公寓你去过吗？没去过。我去过，但是它也是暗暗的，你可以接受暗暗的咖啡厅吗？我觉得我想要去我找那个，我赢了各位，结果等下找超累，大家不要怪我。他来停车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在路边停车。没错。我们刚刚找到了非常多车位，超没有，完全没有车位。我们想说啊，这咖啡厅旁边超多车位，结果每个都停满了车。那我们刚看到了一个车位，他说他用，他说他要他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说他要使用他在驾训班学到的所有技能来完成这件事情。我全部会停你，我死定了。怎么办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哎呦！哎，真的有，你不要拍人家车牌啊。来哦！哇，这个晃动，我以为是儿童乐园呢。你要不要闭嘴？哇，好紧张啊！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种路边停车吗？就是如果是那种百货公司的停车位，我就比较会停。但是如果这是这种，哇，你看起来超紧张了。对啊，这种真的车位你就不太会停。对，就是你要。你知道吗？前后都有车的时候的那种车，我就不会停。但是我停得很好你停很好啊。我停进去了，有发现吗？有啊。莫名奇奇妙妙就蛮屌的。你懂什么懂？一车入魂。什么意思？这一次就到位啊？你就是一次到位啊？什么一车入魂啊？我听好了。真的啊，我有在笑哎，有吧？我不知道，下次看样子超歪。好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子。我们成功抵达了。我们成功抵达了。妹妹等我们，我们等下就接你。耶、yeah ！等下开出去还有一阵子。好的，我们就去这个 Belinda 找的咖啡厅吧。石门水库。六号水门。哎、这间咖啡厅真的很棒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狗狗。天哪！哈喽，太可爱了吧！嗨，狗狗，在哪要？你点的是什么？我点了一杯黑灵魂 ，Black Soul。哇，直接倒出来！这就是我的黑灵魂，我没办法分你，这样你会变成 Black Soul，Black Pink。我们来喂进我们的黑灵魂。干杯 ！Black soul in your area， 喝不下去。我的来了，我点的这个叫做 F1。哎，这个花果香，花香超爽。嗯，你闻出来啊？
我们点了一个布朗尼冰淇淋，感觉很好吃哎，我爱吃这个了，最期待。它的香草冰淇淋是有那个香草夹的，真的香草的那个黑黑的。哦是哦，你不懂香草。我没有很喜欢香草冰淇淋。为什么？比较喜欢草莓冰淇淋，试试看。超好吃。嗯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吃，它的布朗尼是苦苦的那种，配冰淇淋刚好。嗯。太可爱了，有两只狗狗，它们超亲人的，好乖哦，过来，好乖哦，太可爱了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去接我妹了。然后刚 Google 是说，妹妹十三分，你还吵什么？刚上一个影片，很多人说我很常叫她闭嘴，那是因为真的，我觉得大家发现，她真的很常就是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譬如说你可不可以闭嘴啊？就比那影片里面骂脏话好吧？我没有，那是语助词而已。我相信所有观众其实都会有这相关的语助词。好啦，反正我们现在去接我妹，然后开车要13分钟，我们就看看到底我要开多久，好不好？大概是31分钟。好，手机交给你，不，手机我谁是起点？我是不是该叫他闭嘴？你们自己讲。不管一下秩序，真的是都不听话。那你小孩子，你以前高中的时候是风纪鼓掌吗？风纪鼓掌，风纪鼓掌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在做戚风蛋糕的人。风纪鼓掌。闭嘴啊！嗨，妹妹，这是我看过最可怕的车。嗨，哎呀，我刚进去，你让我等了多久？还好吧，我怎么知道你那么早来？对，因为你姐姐开车很快。成功的送我妹到家，然后我们先要去浩浩的店里先找她。这影片他是不是？这个影片所有的片段都是在这样，在载人，然后当司机，对，都是这个画面。现在是 Uber 司机吗？一日 Uber 司机体验挑战成功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你的许证啊，然后换他开车。哎，你很烂哎，怎么样？你要我开是不是？你就是要去挑战跑山啊！你想要凌晨2点才到山上吗？不要再讲跑山这两个字。跑山，这个人。谢谢，超烂的啦！他停车停到一半不会停，然后结果现在换浩浩帮他停车。左边啊，叫我开右边好吗？抱歉。我又准备跑上。我们已经跑来浩浩店里了，然后我刚直接不会在东区这边停车，所以他就去帮我停车了。我们现在在门口等他。没错，这个人连停车都不会，哈哈哈。不是，是因为这边巷子太多，然后车子又太多了啦。我们刚还打给苏问他要不要出来，他说好。啊，这片段圣诞树你拍过几次了？真的，哎，但今天有圣诞树好不好？真的。我们莫名其妙进来，又在帮忙试新的东西。这个鸡，有没有合作啊？协力合作。毕竟我刚刚帮你们停车，要帮我吃东西，对吧？换他擦车小弟，换车小弟好像很赚，他好像觉得事情都是我在做啊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好吃。对啊，他们腌的，可是他们腌的会再换另外一个味道。为什么？哦，所以那道要做对吗？那你把那样给我，我觉得做对。嗯，鸡很好吃，喂我。没听到。完全不是是不是啊？我们已经到草山夜未眠了。我觉得他应该。好，哇，我们的位置很棒哎！给大家看一下夜景。
这味道是哪里买的 ？ASOS， 真假的？超级女装还男装？哦，但是男有点太好了 ，unisex， 没闻到那么好。因为它是有情侣的，还有一大一小。这餐它一定要有，没整个。对，台九空，台十三在收。好，那跟你们我现在全场 iPad， 每人机价是250加一层，用餐时间是三小时，这边是用外食跟饮料。这边就是楼梯右手边，这个直接点餐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换位置，然后我们两个在找服务员。服务员想说，这桌太嗨了吧，先不要过去。谁会这样叫服务员呢、啊？不会。有啊有啊，看到了。他也在跳。他是回应的舞蹈。好，来来饮料饮料。好的，我要那个叫做星月花草茶，再一个素鸭茶。我们点什么吃的？然后一个汤一个菜，热的，谢谢。是这样，嗯，都是热的吧？哦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再一个那个巧遇情人，我点了一个花草茶。那顺序是怎样？下一个是我吗？我们在玩谁是卧底？顺时针。还有蜂蜜。蜂蜜发票刚刚说错是逆时针。要，你要给我吗？没有，我是想要蜂蜜的。想跟我要是不是？我们点了培根水莲，还有。四季肥肠，四季肥肠是超好吃，推推，跟一个蒸蛋，滑蛋虾仁，哦，滑蛋虾仁，一个蒸蛋。四季肥肠。全部都饮下去。我们现在呢，临时决定，他们要去打风之谷，然后我在旁边剪片。你们风之谷打到几等？玩风之谷，挑战十点前打到150等。他们要打到早上十点。打那个绿水水灵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风之谷？我们三个都有玩过，就我跟苏海还有浩浩，我们都很强。你没有玩过、啊？没有哎、欸。而且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那个任务，就是要一直玩那个绿水灵任务。我只玩过劲舞团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以为平日不会有人。哪一间 ？C06。这一间。好好笑，可以吗？这四个人的吗？这个 vlogmas 越来越荒谬了。我们现在在网咖跟大家做结尾，然后我现在用自己的电脑，等一下要开始剪片了。他们都要玩风之谷。浩浩跟苏，那今天的影片在网咖跟大家做结尾。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就会看到我变成两百帧的。哎，明天见。完全没让你我，拜拜。